要坐车回去。哦，不是要坐那个刚刚那个，你要坐地铁啊？哦，这还是要回到，还要回原本的地方。抱歉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欧洲团的成员。首先，在我眼前的这两位女士，右边的是我的亲妹妹Song诗篇，是我们这次欧洲团的主轴，目前住在巴黎，是一位职业摄影师。而现在正在讲话的这位是我的爸爸，是位了不起的男子，毕竟把我带大是件不容易的事情。而在我左手边这位是我的四阿姨，是一名成功的美容事业总裁。而这位是我的吴阿姨，是名幼教老师退休。而这位则是我的妈妈，除了有时候跟阿姨一起出去做生意，剩下的时间几乎都在传道授业解惑，是名大发热心的女士。在几番讨论以后，最后决定走一小段路逛一逛附近的商场，再搭地铁回住宿的地方。所以这一集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逛逛我们想去的商场，那我们就一起来逛咯。你们买这边的，我来买这边的，我们再买来看看比较一下。一样啊，梅子啊。就买，你干嘛买梅子？在哪里啊？这边也有梅啊，但是那边也有梅啊。那边的梅一定很好吃。对啊，对啊。家乐福不好。今天不好。那个卖的没有，我是要我去淘宝看，但是不会。This one maybe 红酒它贵。给我买草莓，今天从来不会吃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哈、哦、用榨汁机就可以把那个里面汁全部榨出来。他说用锅的，他说锅的，他就是料理是料吧，后来青菜啦。哦，去吃店。特别的一个果实，恶魔果实。好，没有开玩笑。可是这个果实真的蛮特别。这是野枣。对，它是野枣，然后它用的超甜，有点像。真的，好吃。那我买野枣。真的。这个。你买另外一种野枣，对吧？靠腰。这超大。哈密瓜。哈密瓜。吃了很久。你给我猜猜，香梨。我觉得蔬菜店很棒。你要吃加什么？加醋跟加盐。很咸。它可以变沙拉，它加沙拉很好。感觉像南瓜。喜欢吃吗？怎么长得有点像南瓜？对，这个这好吃，这好吃。逛完水果摊跟起司店以后，我们准备搭地铁回去我们住的地方。晚餐会去 Picard 买一些冷冻食品回去备着。它绿色的开了口是什么意思？有鸡吗？刚才是绿色的。这样子就是家乐福的意思啊。我知
到。那它是有机的吗？没有、啊。要不然它怎么用绿色字？有呀。它是绿色。这个听说蓝色。不要提醒各位，出门在外还是穿一双舒适的鞋子，因为每天可能都会走超过6000步，所以有一双好的鞋子是很重要的。妈妈就是穿着从三阿姨那里接手过来的鞋子，其实有些不合脚，但她还是舍不得丢掉。我想这是因为一些对三阿姨的思念吧。好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好。现在时间是早上6:38，现在要去买一些我们要用到的东西。皮卡尔，左转，左转，皮卡尔左转。我们来的是。Pickup 是一间以冷冻食品为主的超市，在这里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冷冻食品，从加热即食到甜点，几乎都找得到。哦，这个就是做冷冻食物的，这个是微波就可以吃。因为我不太喜欢饥饿的感觉，于是先买了一些微波后马上就可以吃的东西，像是千层面之类的，至少先吃点东西。吴阿姨是我们这趟旅程的财管，大家都统一上缴公费，再由吴阿姨这边统一支付。我们去的时候是2月底3月初的这段时间。入夜以后，巴黎还是蛮冷的。毕竟我们是从亚热带过去温带国家，对于气候的感知还是会觉得冷一些。我们还要再去另外一间超市，叫做 Farm Pig， 法文发音念起来有点像中文的放屁，也是一间连锁超市，有点像家乐福超市那样。Pig， 好了好了，这个拿进去应该没关系吧？应该没关系啊，藏起来就好了。啊。这是我们要来的另外一间超市。Rimpix， 我不知道法文要怎么讲。Fucking Pix。这个，撒切。紧张啦，紧张啦。要不要千层面？千层面。你们讲。我吃泡面加蛋。哎，不是，还要淋点鸡呀？没有吗？不是。你血管烧了。我摸着红血。对呀。哎，这红柱顶的血。对呀，是的，红这个。千层面，千层面。哎，我讲。吃了微波的千层面以后我就放心了，如果食物吃不习惯的话，这趟旅程就由千层面来解决。但这都是多想的，因为巴黎的食物真的是蛮好吃的，只是一直吃外食的话对荷包的负担也会比较大，所以我们多半都是去超市买回来自己煮，只有部分几餐是在外面餐厅解决。真好吃。你说这个还是这个？不好吃。哎呀，没你卖家了，我用两个家。你不用家的对吧？嗯。我家最胖。我见我夸大了。他好像蔬菜比较多哈。你这样看。嗯。你这样看。我们去超市买红酒。
应该喜欢的。来喝看看，到底累不累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家庭号的优惠。他直接跟小爸。小爸，我的脚上跟小爸。小爸，你脚腿有怎么不脚大？谁谁加爸，谁加腰？这比较好吃。嗯。是吃不多，你刚刚喝两杯牛奶对，刚刚那边喝两杯牛奶。气泡玛丽，那个刚才来到一个高地。下一集我们将带大家去到位于罗马特高地上的圣心堂 Segegia， 一起来一趟法国的圣殿之旅吧。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跟着亚瑟一起持续探索欧洲吧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然后这个是圣心堂 Sacristan。